没想到，别再这样吃下去了，没有意义了。我这一辈子是窝囊习惯了，爸没脸见你，但你终归是我儿子。以前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那么多，我不想你走到这一步，我想要你活着，不管怎么样先活下来啊。别害你舅妈，她也不容易，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如果你要怪，就怪我，都是我的错。你也是我的孙子，我已经失去洋洋了，外公。说这些有什么用？滚！你想打算怎么办？秦家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杨洋在哪。袁晓东，
我想等你告诉我，告诉我杨洋在哪儿。我给你保证，杨洋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给你保证，你怎么保证？啊，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你怎么向我保证？ 你怎么都爱自欺欺人？不要再吵。 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吧？那是我死了，你们才会听说，瑶瑶才不用经历这一切。我知道了。 听说你和小敏那个了？哪个了？你说哪个了？是不是？不是，你听谁说的？老刘啊？是不是？老王，你怎么就净听老刘瞎说呢？别跟林队说啊。怕什么？你怕林队坏你事儿啊？不是，你俩这么大年纪了，别问。 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吧。抓紧吃完，一会儿带你去医院。有样东西说要见你，我在这儿等你，你上去吧。
你感觉怎么样？我很好。5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们本来是不打算去拖车的，但是我的毒瘾实在太大，是我拉着他们去的。开了吗，上帝？起来，起来！看两人，下车！干什么的？怎么了？你现在怎么搞？打个电话吧，这儿又不是。干什么的？问你呢。撤撤撤撤！信哥，没事吧？那俩一看都喝多了，雨虹，看着不像啊。门都开了，上车。警察，下车，下车！开灯啊，傻逼！下车，停车！快走啊！雨虹。一开始，我们以为你爸已经死了，本来我们是想把你和你爸一起埋了。哎呀，快点！何文君看中你了，想把你留下。先把他留着，黄永永。去，把那个男的先埋了。所以，我们就埋了你爸。行了，我去喊他去。一定不能让何文君知道。
怎么了？叫我来，你先慌。俊哥叫我来的。我跟俊哥说，俊哥，我卖你爸的时候，我特意。留了一个通缉簿，希望他能冲出我跟何文君的寒门，商量着准备跑路，但之后我又折回来了。告诉我。
是一个好警察，还一直为有一个这么个女儿而骄傲。我后来又去了何文杰管你的地方，我趁他不在就把你给弄出来了。
有件事情我想提前先跟你说一下。我们在袁晓东最近使用的几个电话号码里面找到一个联系人，乐山人。经过调查，是红人餐馆老板的姐姐，叫唐静莲。二号的时候，她刚好也去了合江。唐静莲家吧，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出去了。出去哪儿了？那小孩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的？说话，他们去哪儿了？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杨洋绑架案最近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昨天下午呢，被绑架拐卖到四川乐山的杨洋，现在呢也已经回到了家人的身边。根据我们记者现场了解到，杨洋目前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非常的良好，而他们的家人呢也因为杨洋的回归感觉到无比的激动。当然，我相信现在正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的观众跟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杨洋一度被宣布死亡而重新回归是非常令人振奋的。那么另外呢，根据警方现场透露啊，绑匪贺某和袁某均已在案件调查过程当中死亡，而绑匪姚某目前也已经落网了。你叫周凯？唐静莲是你爱人？是。袁晓东怎么联系你们的？他就打了个电话，说是有一个小孩是一个孤儿，问我们愿不愿意收养。你们怎么认识的？是我爱人他哥在这边开了一个餐馆，之前我在里边上过几年班，我俩做过同事。他知道我和我爱人生育上有些问题，而且我爱人精神上有些特殊情况，
虽然不严重，但是也不能申请领养。上个月吧，应该大概上个月2号，他打电话给我们说这个事儿。这个花了多少钱？他没要钱啊，这买卖人口是犯法，这个我知道。他就反复的叮嘱我们，说是让我们要对杨洋好。还有就是，杨洋他现在怎么样？听说他们把袁晓东的骨灰撒在了他经常钓鱼的那条河里面。跟局长请假了。请了。什么时候开始休？明天。这么快？准备做什么？不出去走走，来个巴厘岛一日游什么的？去上海看孩子。领队进步了。哪天走？我开车送你去机场。算了吧，你送我去了还得自己回来，等我吧。请这种称谓，就让我打散憔悴，驱赶疲惫。不需要偏执与是非错对，命运不会亏待谁。当光明洒落下，别后退。我清扫通往黎明的天梯。林警官，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啊！来，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林警官，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上面就表示感谢。先走。不用客气、啊。先坐一会儿，我给你泡杯茶去啊。慢慢呢，他去找浅浅去了。他去哪儿了？深圳。你知道在哪儿吗？一滴都没有漏出来，我没事。你知道我表哥搬去哪儿了吗？他们说他搬家了。老毛，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啊？对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啊，那你。
起故事书，真相在渐渐模糊，像冬天晴片起了雾，想挣脱束缚，又陷入逃不开的桎梏。世人都有错误，却不是都渴望宽恕。每个人寻觅的幸福，藏匿在灯火阑珊处，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等到惩罚被解除，再知生命本痛苦。这城市喧哗的末路，只残留安静的孤独。谁知道这场薄命的演出，只是身不由己的旅途。用尽全身解数，始终走不出迷路。